先来看这个第一组家庭的照片啊，这儿有一个幼儿园的校徽，从这个校徽就可以暴露出学校的精准的信息，很容易就让坏人假扮成学校人员，那对父母进行一个针对性的欺诈，那很可能就会让坏人有机可乘。这第二个阳台的主人呢，从他衣服的尺寸来看，应该是同一个人的，看来是一个独居女性，看来她的工作真的很忙啊，她都没有时间去收之前晾出来的衣服。 独居女性，工作忙碌，平时可能很长时间不在家里面，要小心，很有可能会遭到入室盗窃啊。第三个家庭的照片，这个呢是一件游戏开发者大会的衣服，所以它很可能是一个游戏从业者。我们注意看这儿，这个应该就是儿子公司的 logo， 我们可以结合儿子公司的名字和游戏开发者大会，在社交媒体上面搜索一下。 很快我就找到了他的社交账号，这太简单了。现在我知道了他平时经常出差，所以你看，得到的信息越多，坏人就越容易进行针对性的诈骗。希望我和博士詹一基所进行的这个实验，能让大家更谨慎，别再晒出你的隐私。